大家好，我是小谢，碧贝王的主播。我今天拜访盖伊·范特奥维拉，他住在安特卫普省。这个子获得了2021年查特鲁全国赛一岁个组22196余亚军，距离是545公里，分数是1257。我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子。20年6129101。这是一回次。黄岩，黄岩的回次记性中等。他的母亲是特别黑。他获得了2019年全国国王冠军，一岁个组，这个是非常棒的血统，也是这个子也是黑鹰的孙女，非常棒的血统，非常好的成绩，恭喜盖伊·范特奥维拉，恭喜他，谢谢，拜拜。